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系列基督论的课程。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基督救赎的工作，特别强调他如何替我们受刑罚、担当我们的罪，也就是挽回记的这个概念。呃，但是基督救赎的功效还不止于此。保罗说：“神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并没有停在这里，还继续讲。”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假如基督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刑罚，免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愤怒，那这只是代表我们不用受刑罚，却不代表我们能够得到他所应许的天国的福分，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如果要得到这一切的福分，那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必须成为义人。我们如果没有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归给了耶稣，这只代表我们不用受刑罚。但是如果我们要得着所应许的福分，我们还需要有积极的义给活出来，才能够得着这所应许的福分。所以这里就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的义。 是哪里来的？主耶稣基督活出了律法所要求的义，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而他在这上面把律法所要求的义完美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既与基督联合，这个义就成为我们的义，好使我们能够得着天国的福分。那在这里，我们就必须思想基督与律法的关系。 主耶稣说：“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基督怎么样成全律法？这跟我们前几天、前几堂提到的基督的无罪有什么关系？耶稣说他要来成全律法，那段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一章经文来解答这些问题。 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我们，呃，一开始是我们熟悉的天国八福，其实说八福有点不太正确，因为它其实是七种福分，啊，因为第一福跟第八福是一样的福分，天国是他们的，开头跟结尾重复了同一个福分。 好像一对括弧一样前后包抄，把其他的六福包在中间。这种文学手法是在表示，这中间所有的福分都可以用第一福跟第八福来概括。天国是他们的，就包括了这所中间所有的福分。这里用了七种福分，七在圣经里面是完全数。马太笔下耶稣。 特意用了七种福分来表明，这天国的福分是完整的，是从神来的是，是完全是完美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所应许的完美的天国的福分呢？耶稣在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一共提出了八种描述。我们在。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以为耶稣是在讲八种不同的人，有一些人是虚心的人，有一些人是温柔的人，分别得到不同的福分。其实耶稣是用八八种描述来形容同一种人，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他在他里面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耶稣怎么样描述我们这些人呢？第三节，耶稣说到。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什么意思？是很谦虚吗？不是。中文这里翻译的不是很好，原文的意思是心灵贫穷的人 （poor in spirit）。 很多人对基督徒有很错误的理解，觉得好基督徒应该是心灵富足的人、圣洁无瑕的人、面对试探百正百战百胜的人，可以用自己属灵的财富来买到上帝的喜悦，来买到天国的地图的人。错了，一个真基督徒明白自己的心灵有多贫穷，贫穷到买不起天国的一寸地图。 基督徒知道自己心灵贫穷，知道只有基督的保险才能买到他在天国里的基业。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不是给法利赛人的，天国是给心灵贫穷的人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一个真基督徒是哀痛的人。 他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应许的财富、健康、荣华给蒙骗，他看穿这个花花世界底下的悲哀、底下的罪恶，所以他哀痛。一个不明白人生疾苦的人没有办法得到安慰。耶稣来是要医治有病的人，不是要医治健康的人。心灵哀痛的人才能够得着安慰。 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呃，心中非常的痛苦。那时候，有一位老牧师对我说了一句话，非常安慰我。他说：“如你如果没有经历苦难，没有流眼泪，怎么能够请耶稣用他的钉痕手抹去你的眼泪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原文还有寻良的意思，呃、这个寻良并不是说见到谁都笑眯眯的，然后做个烂好人，人家呃，你就任人家欺负，不是这个意思。寻良有不以自己为重要的意思，同时更是指耶稣基督像羔羊一样的寻良。 一个真基督徒是温柔循良的人，他不靠这个世界上的武力，在这个崇尚权势、崇尚武力、崇尚金钱的世界上，能够得到最好的地图的人，都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一个真基督徒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争取地上的产业，他会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而当天国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那承受地土的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这是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圣经所描写的义，简单来说，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人与神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摆正了，那就叫做义。义就是正确的关系。Righteousness is right relationship。律法是义的总纲，而律法所讲的都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这个总纲就是爱，爱的关系。而最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基督徒，他知道周围所有的关系都被破坏掉了。 而他渴慕这些关系得到修复，他渴慕自己与神的关系得到修复。诚然，在基督里已经已经与神和好了，但是他里面的罪性使得他经常抵挡神，而他不喜欢这个样子。他知道他的罪使得他与周围的人在相处的时候那个关系是缺乏爱的，而他不希望这个样子。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破坏掉了。一个基督徒。 应该希望他与自然的关系修复。一个基督徒应该重视环保，他希望能够跟神有爱的关系，跟人有爱的关系，跟神所造的世界有爱的关系。耶稣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上帝公义的律法的核心就是这种爱的关系，而耶稣来就是要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修复这些关系，建立。 公益的国度，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七，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这里，耶稣把公益还有连续放在一起讲，似乎是在指。 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诗人啊，神医只叫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要晓得希伯来文学这样子的表达，并不是指何为善有一二三四五，而是一环扣一环。神医只叫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什么叫做行公义？行公义就是要有怜悯的心，所以。 新约圣经讲约瑟是个异人的时候，就讲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就想暗暗的把她休掉，因为他有怜悯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而主耶稣教导。 门徒祷告的时候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当上帝赦罪的恩典、怜悯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懂得去怜悯人。而假如我们不懂得怜恤人，假如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论断、指责、定罪，那我们要思想：神赦罪的恩典到底有没有临到我们？如果我们连于主耶稣这赦罪的葡萄树，为什么这葡萄树的生命没有流进我们的枝子里面呢？ 活在恩典当中，必然有这两层的含义，就是靠着赦免我们的恩典而活，并且靠着这恩典来赦免别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八节，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堕落的世界总是用荣华富贵来祝福那些老谋深算的人，这个世界赏赐给清新的人的只有藐视跟嘲讽。 因为一个不耍手段、不使诡计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切实际、不懂得做人、没有办法成功的人。清心的人得不到世界的祝福，可是耶稣宣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 使人和睦。原文的意思是带来和睦，带来和平，就是使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使这些关系得以修复的人。只有基督的恩典能够平息上帝的愤怒，使神与罪人和好，而在这个关系当中，外邦人与犹太人和好，万民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和好。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也会渴望。 使别人都与神和好，传和好福音的心智是神儿女的标记。耶稣应许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最后，为异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天国的应许概括了整个天国八福。没有人讲解为异受逼迫比主耶稣讲的更好。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在这里应许了天国八福，而我们要知道，当神。 赐下应许的时候，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这是我们过去反复解释过的恩典之约的概念。上帝与人立约总是带有条件的应许，所以耶稣讲完了天国八福的应许之后，马上就讲了应许的条件。在这里，中文翻译成“成全律法”，原文的意思是满足律法的要求。 二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刚才他应许了天国这么美好的福分，然后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得不到这个应许。有可能吗？我们我们的义有可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吗？我们可不要小看法利赛人。圣经里面把他们讲的很烂，呃，但是我们要胜过他们的义，真的不容易。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法利赛人可以很完美的遵循每一条律法的条文。保罗在菲利比书第三章形容自己从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的光景，他这样说：“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文，原原原文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最高等的希伯来人。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法律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 就摩西律法所要求的，还有法律赛的各种条例来说，它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保罗信了主以后，发现尽管自己完虽然如此完美的遵循了律法的条文，却仍然不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他接着讲：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做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做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义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这里“粪土”翻译的其实，呃，有点太好听了，太文雅了。用英文讲就是很难听的那个 “shit” 啊，也就是你遵行了律法的每一个字句也没有用。 You are still full of shit。这个没有办法让你在神面前称义。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设立的公义的要求，还远远超过了法利赛人的义。那本质上与法利赛人的义是不一样的。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法利赛人的意志要求外在的行为，耶稣看的是内心。你心里恨一个人，你就犯了杀人罪了。耶稣又论到奸淫罪，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摩西律法的原则，是绝对公平的原则，absolute justice。你偷人家多少东西，就按分量补偿那人。 有人注意到摩西的律法跟古代的这个汉穆拉比法典有非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汉穆拉比法典对于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刑罚，同样是犯了呃这个偷窃的罪，低阶层的人跟高阶层的人受到的刑罚是不一样的。但是摩西律法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犯了同样的罪，要受同样的刑罚。你偷了多少东西，按分量补偿那个人。杀了民，杀了人就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里第一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不难理解。第二句话。 关于人家拿你外衣的这个也可以理解，但第三句话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怎么会路上有疯子强逼你陪他走路啊？我们如果明白这段话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懂耶稣的意思了。原来耶稣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已经有非常先进的邮政系统啊，但是没有非常先进的科技。 所以邮差送信的时候要扛着用很笨重的材料做成的信件，走很远的路才能把这个邮件送到。所以罗马帝国立了一道法令，说邮差在送信的时候有权利要求路上的人替他扛信件。但是罗马的法律也非常健全，他也会保护这些路人。所以法律要求说。 邮差的权限只在于逼这些人陪他们走一里路，这是法律的要求。这些人如果有邮差，请他们帮忙扛信件，这些人有法律的责任替他们扛一里路的信件。但耶稣说，这只是法律的要求。你达到了法律的要求，你没有犯罪，这个不够，这个不够让你得到天国的应许。得到天国的应许，不只是这种。 不犯罪，不犯法律所禁止的罪，那个在神学上叫做消极的义。消极的义让我们不受刑罚，但是我们还要有积极的义，才能够得到天国的应许。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如果用邮差送信的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律法要求的是一里路，但是出于爱。 我们会陪他走两里路，英文有一个表达叫做 “walk the extra mile”，就是出于爱一个人，所以愿意替他多牺牲自己，爱人如己。这种发自内心的爱的表现，才能够成全律法，才能够满足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义，也就是爱的关系。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不光是在天国里面做最小的，进都进不去。” 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进天国？不可能啊！我们当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我们感谢主，耶稣不是说我来要你们成全律法，他是说我来要成全律法。主词是基督，是基督成全律法。他知道你我的败坏，他知道你我没有能力满足律法就完美的要求，所以他替我们来成全了律法。 耶稣怎样成全律法？福音书用叙事的方式告诉我们，耶稣如何成全律法。这描写的太美、太生动了。我我我们现在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而在前一章、第四章记载的是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活出了那种义胜过试探，不只是不犯罪而已。 他胜过试探，靠的也不是他道德上的、意志上的能力，而是完全倚靠上帝的话语，在信心当中有跟神最完美的爱的关系。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没有信靠神的话语，他们不是想要变坏人，他们想要当好人，可是他们想要凭自己当好人，他们不要靠神来告诉他们何为善，何为恶。但是耶稣不同，每次撒旦试探耶稣，耶稣就会引用经文说。 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他爱慕神的律法，他渴慕神的话语，他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中。我们看见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没有吃东西，我们都经历过饿肚子的苦，饥饿三十啊就已经受不了了。我们可以想象耶稣饥饿四十昼夜是多么的痛苦。那这时候撒旦来试探耶稣。 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撒旦说的也没有错，而且就算耶稣把石头变成饼，他并没有犯罪，因为律法没有禁止。可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保罗说他是虚极，他他来是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饥饿的人同哀乐，他来是要为我们受死，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可是不用生鸡来喂饱他自己。 就好像他没有用神机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一样，他也没有用神机喂饱自己。但更奇妙的是，他对魔鬼的回应。耶稣没有说：“哦，对吗？律法没禁止，那我可以用神机喂饱自己，我们不不犯罪啊。”他在这里完全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在。 顺服天父差他来的旨意的时候，他不是愁眉苦脸的说：“啊，我奉天父来就是要虚己啊，就是要受苦。”没有，他作为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挨饿的时候会痛苦。可是他在这种痛苦里面所说的话，却是蛮有喜乐的，是非常满足的。他对魔鬼说：“的确。” 我成为人必须靠食物才能活着，然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是，我虽然肚子饿，但是我有神的话语，我就满足了，我就喜乐了。看见吗？这个就是跟上帝的 right relationship，他如此爱慕上帝的话语。 最后，撒旦的诡计就彻底失败了。马太的记载，圣灵是这样子奇妙的。作者他漠视马太记载，耶稣在教训说他要成全律法的时候，第五章他说要成全律法，第四章的时候他已经让我们看见他活出来的义怎样胜过法利赛人的义。 而这里还没有完，耶稣的意最彻底的彰显是从克西马尼一直到各哥他。我们过去分享过，基督在克西马尼极其痛苦的时候，仍然对父神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在极其痛苦的时候没有远离神，而是更加迫切的向父神祷告。他最痛苦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面，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 然而，在十字架上，他仍然带着倚靠的心对父神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过去解释过，这段经文的出处是诗篇二十二篇。诗人在诗篇二十二篇里面讲。 但从我母腹里面，你就使我有了倚靠的心。耶稣讲那句话，其实是在表达对父神的倚靠，在最痛苦、被神击打的时候，都紧紧抓住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他说：“父啊，我把自己灵魂交给你。”在十字架上面所彰显出来的顺服，以及对上帝的信靠，以及爱，还有他对人的那种牺牲的爱。 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其他人能够活出来的义，完全完美的爱神爱人。基督成就了我们所没有办法成就的，这就是基督活出来的义。而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合而为一的时候，凡是他的都成为我们的，他这完美的意就真的归于我们了。 我们上上一堂分享到我们的罪如何因着与基督联合成为他们的罪。今天我们又看到我们如何因着在基督里就得着他的意。马丁路德把这个称作奇妙的交易、A、wonderful 或者是 w o n d r o u s exchange。我们过去几堂课讲述了基督如何不认识罪，解释了基督如何替我们成为罪。今天我们又看见我们如何在它里面成为神的意。 这些真理就是宗教改革回归圣境后所发现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所谓称义的真理。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节关键的经文当中，还有一个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在他里面，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与基督联合。 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会一起来思想解释与基督联合的真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次再见。